花爷。对，花爷。我认得哎。对。哇，你好棒哎！这个是什么？爸爸最喜欢吃的什么？花。茼蒿。茼蒿。对，茼蒿这个呢？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嗯。豆干。豆干。这个是什么？偷冰的。嫩豆腐。嫩豆腐。这个呢？很冰吗？对啊，这个宝贝这是什么？偷冰。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花椰大菜。不是，这叫挂菜，挂菜羹那个挂菜。对呀、啊。嗯，这个呢？挂菜羹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洋葱。对，好，再来考考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木耳。对，哇，那么棒！这个嘞，这你可能没看过。这是什么？很香，可以跟豆干炒，还有小鱼干。这是什么？芹菜。芹菜。对，再来。这个是什么？一根的这个。玉米笋，打开之后就是玉米笋了，这个嘞。那个，然后四季豆，对，这个嘞，这个没办法拿了，这什么菜？这叫菠菜，菠，嗯，然后就像我自己跟我买的菜。你睡不着吗，阿宝？睡不着。哇！哇，湿湿的嘞。啊，累了，累了，不要了吗？不要，对不对？嗯？不要吗？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嘞！
没关系，等一下。大家，¿Qué va? ¿Quién da ese tapo? ¿Quién es ese tapo?